有藏在商业街中了去南洋小岛旅游的大奖，家中最闲的小丸子于是有了去南洋小岛的机会。小丸子乘飞机越过海洋，安全到达了南洋小岛。第五天。 韩国的舞蹈还真是难学呀！日本舞，哎呀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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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哼，就是这样的。Yes yes， 哦，小朋友，你在学跳舞啊？是之前吓了我几次的叔叔呀。 This is 恐怖叔叔。 Hello， 恐怖叔叔。谁让恐怖叔叔？谁让叔叔你这么坏的？请你也教叔叔来跳舞吧。大叔，你回了日本，到底要跳给谁看呢？这样吗？怎么都感觉不太对呢。对了。 大叔，再脸上擦点这个，感觉就出来了。<笑>是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嗯，感觉出来了。Good， good。 说什么 good 呀？啊，好热呀，有果汁喝就好了。Malak juice，yes yes juice，okay。 真好喝，普沙迪 ，Thank you。这里每天都像在做梦一样，天空的颜色，海的颜色，还有饮料的颜色，都好美哦。啊，活着真好。小丸子，你跟普沙迪在一起呀？啊，姐姐。 刚刚普沙迪在教我跳他们当地的舞蹈呢，这样的，对吧，普沙迪 ？Good, good. 姐姐 ，Malak， let's go, let's go. 好像是对面有什么东西吧，我们也过去看看吧。嗯。<笑> 去吗 ？Don't worry, this boat. 啊，是用这条船过去的吗 ？Let's go tomorrow. 哦，他是说我们明天去看看。哦，去冒险喽！去孤岛冒险喽！那么，划船这种高难度的任务就交给我来吧。大家听好了，明天大家一起乘着豪华游艇去小岛巡航吧。哎，豪华游艇去巡航？ 没听说有这个安排啊，该不会是要另外交钱的吧？这个应该很贵吧？钱的事情你们就不用担心了，是免费的，完全免费。嘿，免费的？乘豪华游艇去巡航，居然是免费的，哪有这么好的事啊？这世界上偶尔还是会有好事发生的。 那个豪华游艇是谁的呀？船呢？是普沙蒂爸爸的。普沙蒂呢？就是这些简易小屋的老板的女儿。是这样啊。也就是说，是老板的女儿，对吧？是的，他的爸爸看上去普普通通的，没想到是了不起的社长呢。是吗？那个人可真有能耐。哦，居然还拥有豪华游艇啊！ 他们说可以借给我们免费乘坐，运气真是不错的。真的呢？而且还有个漂亮的姐姐跟我们一起坐船哦。漂亮姐姐？总感觉好像是在做梦一样呢。
在商业街抽到大奖就很不容易了，居然还碰到这等好事啊！那条商业街真是太棒了。那你们两个现在也决定要参加了吧？要是带上钓鱼竿，应该会更好玩哦。我知道了，我去找工作人员借钓鱼竿吧。这样船桨就透齐了。第二天，开什么玩笑啊！听你说豪华游轮，我们才来的。你们想想，这样也不错呀，有漂亮的姐姐陪着，马上就能到岛上的。普沙蒂，你也已经学会说万岁了。普沙蒂现在也会说一点点日语了呢。是的，这是小丸子还有爸爸教我的。啊，小丸子也有吗？清水县有一位侠士叫什么？清水次郎。小丸子，你还是教他一些有用的东西比较好吧。那个，我们俩先去钓鱼喽。做饭的准备工作就交给你们了。那么我来负责煮点米饭吧。那我和普沙蒂就去采点蔬菜和水果回来吧。水果，小丸子，Let's go， 我们走了。慢走啊！普沙蒂 ，Stop！ 我们喷一点除虫剂比较好哦。来，给你。要是我们找到了海贼的宝贝，就评分吧。评分？小丸子又开始教些没用的日语给普沙蒂了。哎呀，前面没路了，要怎么走啊？没事的。哦，我说普沙蒂呀，我还真是服了你了。就算说芝麻开门也没用啊，难道南洋小岛会有什么时空隧道吗？小丸子他一定在说很了不起的事情，真厉害啊。小丸子，东风。东风难道是说，让我跳到河里去吗？不杀你！小丸子 ，Let's go。没办法了。不杀你，变窄了，从这里进去。小丸子 ，come on！ 普沙蒂，这是什么？下半集待续。真是对除虫剂很依赖的小丸子。小丸子 ，Let's go。Let's go， 这是什么？小丸子，不杀你！小丸子，这个
绳子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一、二、三，准备，好吧！沙地一起冒险太刺激了，小丸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小丸子，哦，你看，哇，啊，这么多水果怎么摘得完呢？小丸子，你快过来看呐！哦，怎么了？你快看那里呀！啊，兔宝宝们在喝奶，真是好可爱呀！小丸子，你开心吗？是啊，我很开心。小丸子，这太好了，嗯，太好了。原来，在我去上学的时候，在我跟小鱼在一起的时候，在我吃着妈妈做着饭菜的时候，还有看电视的时候，菩萨地在这个岛上过着这样的生活，一种我从来都不知道的生活，菩萨地。小丸子 ，Let's go！ 哦，这么快就要回去了吗？还是走刚才那条路吗？有没有别的选择啊，小丸子？嗯，哎，要坐那个回去吗？太棒了！快点来吃吧。嗯，好好吃啊，真好吃。Good。你们别光顾着吃啊，表演个什么节目吧。哎，不要吧。你们两个是不是因为有姐姐在所以害羞了？老实交代吧。不是，不是了。真没办法。那么就由我来表演一个吧。真老道啊。嘣嘣，好可爱，是的呢。裤子上的皮像足像油，撒泪耳边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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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啊，今天真是开心呢。好累呀，洗个澡换个衣服吧。哦，今天可是吃的最后一顿晚餐了。哦，你也去换衣服吧。啊，大叔。啊，小丸子啊，快要回去了，我是来这儿买东西的，说好了回去要给大家带礼物的。我也是，一起看看吧。嗯。啊！叔叔，你觉得我妈妈和姐姐会喜欢这两条项链吗？嗯，不知道哎，应该很合适吧。那就买下来吧。哦，待会儿我还想买点酒和干货。你买的东西还真是朴素。那是买给爸爸和奶奶的。哎，看这里有酒哦。哇，这瓶子很特别呢。很有南洋小岛的感觉呀。哦，哇，这里有好多奇怪的面具。真有意思。你还笑得这么开心呢。这个好像大叔。这个面具是这个岛的守护神呢。哎，小岛的守护神说他像大叔，真是得罪他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叔叔可是守护神呢。
仅仅是像而已。各位，大家在岛上玩得还愉快吗？今天是大家在岛上最后一顿晚餐，请大家好好享用。小丸子，啊，普沙蒂，小丸子 ，come on， 哎，等我一下。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祝你们一路平安。哎呀，玩的真有意思。是啊，是啊。普沙蒂呢？普沙蒂去哪里了？真的呢，刚刚一直都还在的。小丸子，普沙蒂，小丸子，好漂亮 ，so beautiful， 普沙蒂像女神一样呢。小丸子，这个，哇，好可爱的娃娃！Thank you， 普沙蒂。小丸子，普沙蒂不要哭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变小了呢，姐姐怎么办？我快要看不到小岛了。小丸子，离得这么远，就见不到普沙蒂了。小丸子，我们回到日本去，要穿越大海、陆地，还有时间。普沙蒂是因为知道日本很遥远，所以才会哭泣。不要，以后一定会再见面的，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刚才普沙蒂的手好暖和，我只一个劲儿的顾着跟他讲话了。小丸子，拜拜。普沙蒂，这是普沙蒂送我的娃娃，还有一封信。小丸子，你不要忘记我哦。怎么可能会忘记呢？不可能会忘记的。还有那次你带着我一起去做的大冒险，怎么可能会忘记呢？普沙蒂，小丸子。小丸子，这个，来，这是跟爸爸说好的酒。瓶子真古怪啊，还真有南洋小岛的风味。这个是给妈妈和姐姐戴的贝壳项链。哎呀，真漂亮，好可爱呀，有好多可爱的贝壳呢。
还有，这个是出发前奶奶说想要的鱼竿。哦，谢谢。爷爷说什么都可以，这倒是让我费了不少心思呢。那你给我买了什么呢？好期待啊。给你这个很特别的面具哦。谢谢你啊，丸子。不错的礼物哦。爷爷的心里一定在狂喊，你们的东西还真不错呀。你们给我住口，我们相爱什么的都是谣言，都是南洋小岛带回来的礼物造成的，要是跟冰冰结婚了该怎么办呢？下一集淘小丸子讲的是送礼物的烦恼和小丸子的绯闻，敬请期待哟。風の調べ川の視線